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狼频道，我是兔兔。狼，基于我们好久没有出去玩了，我今天特别想要出去散散心了。我真的很想念太平洋，因为上一次去花莲已经是四月的时候，但是其实我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花莲，中间都再也没去过了。没有，我这么爱花莲，我却没有再去。那你一定很痛苦。我很痛苦啊，所以基于我想看太平洋，我决定去一个稍微临近的宜兰走走，这样子。讲那么多，然后去宜兰。对啊，因为宜兰就是离台北比较近，对啊，能够当天来回。嗯，也顺便带着恭喜去我们曾经交往过的地方，看看我们都是去哪里约会的，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样。走吧，走吧。耶！刚刚把仔仔也弄了一阵子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要准备去餐厅了，期待看到海，前面就是海了。好的，要抱抱的小家伙。嗯，你们两个好可爱哦。领兔宝妈最爱太平洋哦，在没有你之前，妈妈来这里约会过哦。我就好像在跟另外一个兔兔约会，怎么样？抱着他，搂着他，陪着他看海。重点是他很黏，他比我还黏。兔兔都这样啊。他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什么阶段？就是有够黏人呢、欸。抗议哦，说不得，说不得，我们不黏啊，我们是可爱，对不对？爱妈妈嘛。你这样有宠溺的嫌疑耶。啊，是哦。啊，我觉得我也很宠溺你啊。嗯，有别。你们两个这个手手太可爱了吧？就说，嗯，这个手手是怎么回事啦？哎呦，你觉得这一次看海啊，带弟弟来跟我们之前，我觉得这感觉真的好奇妙哦。但我觉得是不同的幸福的感觉，那时候是沉醉在两个人世界里的，就是那种约会感，挑一天平日来，然后还有一种翘班的感觉。但我其实请假了，平日出门就是会有一种翘班感，我觉得很喜欢，很爽这样子。这是个高需求宝宝呢，可爱。那你出来看看海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，我要开始爱上这种感觉，算你有点麻烦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是不是顺便带他出来，然后再顺便带我出来？这个当然对我来说会比较有个优势，是啊，我出门一趟可以带好多，等他再大一点，我连万岁都要一起带出门，哇，一车。我就很快乐，他算你东西还是很多，但我喜欢跟你出来哦。哦，喜欢跟你出来。Well, let's be lovers.Count the stars. 那时候来的天气是这样吗？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是差不多的。对啊，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我还是觉得花莲天空比较蓝。今天来的感觉很特别，就是那个时候因为你想要来看海，所以我们就来这里看。今天也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放松，然后你突然很想念太平洋，所以我们就带着恭喜一起来，跟他介绍那个时候我们来这里约会的情景，看了什么风景，我都会跟他讲。然后他就你开心吗？我开心啊。我觉得弟弟感觉蛮开心的。来，让你当小电灯泡。妈妈又会都带上你，带你出来玩，好不好？你一个人吗？我觉得你长得好帅哦，可以跟你更深入的认识吗？比如帮你洗澡，好开心。我刚才调戏我人，这妈妈都在教些什么？从小就开始学会搭讪，她很会哎，海王，小海王。妈妈帮你泡奶奶哈，我们自己带了热水出门泡奶。大家不要以为他在哭哦，他其实就是在讲话。他现在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宝宝。对，我觉得逗儿子开心其实蛮简单，因为恭喜非常好逗，我只要吃饭给他看，他就会笑，这样啊，吃给他看。啊，来吃，恭喜，恭喜。老婆，好过分哦！你这样凭什么怪我比较爱弟弟？你说因为弟弟有给你很多反应，对啊，他回馈给我这么正向，他既给我笑，然后又说爱我，你呢？我说我爱你啊，那你现在说爱你，好，我也爱你。你出门前有叫扫地机器人工作吗？什么？你出门前有叫扫地机器人工作吗？没有，我忘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
该出嘞，出力。顺便看一下你家小猫猫在干嘛好了。嗯，在干嘛？我觉得现在这样很方便，出来约会的时候它可以同时工作，这样你回家就有一个干净的家。其实我最喜欢用扫地机器人，就是打扫两个时间，就是睡前跟出门，因为我很喜欢回到家或者是一到客厅，出了房门，然后看到家里客厅是很干净的样子，我很喜欢，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没办法，我们家毛还太多啦。我们昨天睡前明明就打扫，一起床因为都是猫嘛，那猫好像在打架一样，很恐怖，会觉得很可怕。家里毛还多，一定要随时注意家里的整洁。你看，边扫边看，你家如果有猫猫狗狗在关心的话，很好 ，good。Let's be lovers tonight. And take a stroll through the park. Steal a kiss from you after it's dark. 来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休息一下。宝贝，你今天喝的速度，妈妈们非常的满意。你好棒哦，恭喜宝贝。宝贝啊，不要害羞啊，走过来看妈妈。换尿布的小童换完了呀，换了呀。那怎么那么可爱？常常觉得我们真的是一对跟儿子恋爱感很深的妈妈们，我们就是一直拍到都是那种恋爱视角，你不觉得吗？女友视角。对啊，随便，反正就是那种恋爱视角，然后我们两个都在跟他谈恋爱这样子，我们整个三个人就是爱在一起，爱得难分难舍。这样讲会不会很夸张？但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因为我想说我们怎么拍出来的东西都然后自己在那边很开心，然后自己发出那种少女般的那种这很好笑，他们两个正在恋爱，我呢仿佛一个观众第三者。但你们好可爱哦，我强烈觉得我们这整片就是个放闪片，你让人很晕，我都快被你电到晕过去了。我在吃我儿子豆腐，这样给他摸便便，喜欢对不对？胸膛感觉是很厚实的宝贝，感觉以后是个有肩膀的男人，对不对？嗯、要不要回家啦，宝贝？累了吗？累了。他说好，家里帮你打扫干净了哟，宝贝，走回家。宝贝啊，看海啊！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看海哦，我会很常看海，喜欢吗？不喜欢，但妈妈喜欢呢、欸，怎么办？兔毛妈妈喜欢，兔毛妈妈喜欢，喜欢看海吗？我们再看一下海，再试试看。不要，好了，不要算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回家了。我儿子不看海，我看，我看给你看，喜欢吗？我带你来看海，喜欢。我是带你来看海的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我们回家喽。啊。啊，到家了！家孩子们，你们今天都还好吗？我们今天出去约会了一天，不知道家里扫得干不干净，快让你看看呗。干净，很干净，你看那个超干净的，你脚前全部的孩子都在这，可爱死了！一堆猫，狗在这，狗在这，坐下，坐下，对，好棒！来，太极，你也要坐下啊！太极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啦！哎，不是站起来，是坐下呢，宝贝。狗狗你好棒哦，万岁！你是棒狗狗，你怎么这么棒？来摸一个，哇，这么乖，这么乖，这么乖！哇，我们家整个每天的恋爱感很重哎。对啊，狗狗也爱弟弟，狗狗爱弟弟。你好棒，你是个好棒的哥哥哦，你知道吗？妈妈觉得你超棒的，你对弟弟好温柔哦，好棒，好棒，棒狗狗。恭喜啊，你看起来精神非常好呢。兔宝，你看起来精神非常好呢。刚在车上都是打睡了一觉呢。就只有我精神看起来比较差一点而已。一次跟两个兔兔去看海约会，很浪漫，非常浪漫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。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就是这一台 Jamie L10S Pro Ultra 扫地机照顾我们的家。现在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的厉害之处。首先呢，是它有一个仿生机械手臂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抹布拿起来，这边有一个轨道，它就是沿着这个轨道会去伸手，那些比较难缠的死角啊，就可以这样。
业界最强吸力 AI 复洗复托视觉避障语音助手还有影音管家，复洗复托能够侦测很脏的地方，先回这一台去洗过它的拖把，再回到那个比较脏的地方去做第二次的清洁。要是像我们家里有毛孩或者是小宝宝，或者是恭喜未来长大开始有玩具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它的视觉避障就是可以避开这些玩具，不会去推撞它。语音助理当然就是可以跟他聊天咯。你好追觅，我在。今天温度几度？新北市今天15度到22度，天气少云。自动洗拖把呢，是用60度的水去洗的，可以把拖把洗得更干净。它还有自动烘干的功能，不用担心它湿湿的地方闷在底座会发臭。如果你家有地毯的话，它会有一个自动拖把抬升，它就不会弄湿你的地毯了。再来就是它的自动集尘袋，2-3个月才倒一次，是非常省时省力的哦，不用一直这样清。然后它还可以帮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我觉得很棒。它底部基座还有一个银离子模组，有效杀菌。今天过得真快乐。我还是觉得要带它东西就是很多，然后觉得很不优雅，因为东西很多嘛，要抱小孩要这样，但我还是觉得很快乐。当你整顿好一切坐下来之后，就觉得还可以这样。对，而且他算乖，在外面不吵不闹啊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我看，他看到我在看他就笑，谁受得了啊？我觉得跟他出去的恋爱感很重哎、欸，他很会，他很会吼，对他就是知道这样，我就会一直常带他出去玩。好啦，然后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助理，让我们一边在外面出游的时候，一边家里又有人帮我们顾着，这不是很棒吗？我觉得他有把家里打扫更干净的感觉，没错。而且因为你知道，我就是我说啦，我最喜欢的两个机器人打扫时间就是睡前跟出门的时间，就我喜欢进到客厅，不管从外面进来还是从房间出来，看到客厅要是干净的。因为我们家的猫尤其太急，很喜欢捣乱，猫砂盆它明明可以好好用，非得要冲啊，然后把所有砂这样啪全部带出来，或者是大家就欺负猫姐姐，然后大家的毛就开始满天飞啊，而且偶尔还会有大家的呕吐小物，而且我们的助理都有帮我们直接清掉，因为它还会来回拖这样。你知道我后来就是发现到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以前很傻，我就是睡前在客厅的时候会看着助理工作，我就觉得哇好棒，好像是我自己在那里打扫一样，就分身分身术这种感觉。后来发现起床出来之后猫还是把它弄一团乱之后，我就改变策略、改变策略之后，我每天起床来到客厅心情都好像很多，干净的感觉舒爽。我自己是蛮喜欢它真的达到一个全自动的状态，你说会自己洗抹布对不对？对，自己洗，就是它还会自己烘干，我觉得 这点就是非常深得我心，然后它还可以自己集成，等于是它就是真的是自己工作，你就是久久帮他换个水，没水的时候给他一点水。可是其实是我觉得都还不到非常常态到你不需要每天做这件事情。对，那像我之前就是要自己弄那个抹布啊，然后而且因为没有烘干功能就会很臭啊。自从有这烘干功能之后，我就觉得对嘛，真的就是成为你真正的分身的感觉。改天我们要再出去了哟，这是不是开启你一个可能会越来越常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？对，而且我原本是预期他长大比较能够稍微自理的时候，比如说可能会走路或干嘛，稍微自理的时候就是连玩具一起带出门、但如果说很常带他出去，或许我们磨合出一个带他出去的一个 SOP， 或许可以提早带玩具一起去，带小孩出去，然后过得开开心心，家里又有人帮你打扫干净，这一整天就是非常的完美、幸福加倍这样。好，今天透过出游跟大家介绍这一台追觅 L10S Pro Ultra 的扫地机，相关资讯我们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，喜欢的话可以去参考咯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想说拜拜。